2013年向 B 組，好似係第二次。 一起步就有架自炒咗啦，跟住亦都見到有架甩咗過去對面線。好，唔好理啦，我哋影翻頭一二三先。好。 一條直路多一個彎仔啊，波士。嗱，我哋影翻二三車先，二三車相對比較近啲啊。比較正式橙色嗰架咧就係二車嚟嘅，後面嗰架咧就三車。 見到華基都追埋上嚟啦，因為其實見到係揸揸冇咁熟嗰個感覺。咁啊，前度都有啊。哦，好舊雲啊！頭先嗰下，仲有上步原本計一架碌嘅啦已經。咁啊，見到華基一份都走條咧，先拉近一路等，跟住佢走噶啦。係睇嚟越推越快啊！越推越快啊！頭車就唔使力，佢因為真係太遠啦。 頭車波士已經帶嚟二車半個圈㗎啦，其實，所以都係唔使理佢，我哋繼續影住翻二三車先。咁啊，一分零九，波士大。其實今日比賽咩車仲都有啊，可以話。 有 Schumacher 啦，有新嘅一盤冇啦，有X-ray啦，仲係眼鏡問題啊，Ivan啊，眼鏡好似有咗腳軟啊，仲喺度頂住啊，希望頂得住啦。咁啊，頭車，哇，有得意啊，嗰個頭車嚟㗎，頭先嗰個黃景帆嗰度，咁啊仲有。 哎，好可惜啊，出直路，冇事。哇，波子，又係你啊，爭啲。好，仲有13秒啊，咁啊，依種而家嘅情況啊，波子要留守到最後啊。
好啦，而家影紧呢架应该系二车嚟嘅，后面白色咧华基就三车，跟住就四五连埋一齐噶啦。好，嗱 ，cos 影埋先。好，影埋而家二三车位置。系。哦，位置上系冇改变嘅。好啦，全部完成噶啦，应该。攞下佢呢一场嘅头。